girls with their nails done now.中药先生秀，骚话听得够。每周六持续更新，每周五讲问答。天下无坚不摧，唯快不破。问谁最羡慕吕布？做一名医生啊，却整天想着放毒，居心何在？今天啊，老夫就好好教育你这名恶毒郎中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害人终害己。使我这一招弹一闪。一群病入膏肓的家伙，好好教导你什么是尊师重道。虚假的主公。汉室为光复，哀敌先认怂，自信去反红，惩戒帮打工，原地开个大，双管齐刮痧，越打血越多啊，金金乐开花，临终欲投降，假装没流量，掩耳盗铃想回家，此地无银三百两。真正的主公，一人闯野区，开局先挨揍，假装打不过，勾引进草丛，平地一声吼，震飞五只猴，旋风小陀螺，四杀拿到手。谁说刘阿斗不能做主公？虚假的公主，人在头上站，队友天上看，小手挥一挥 ，K 头我不亏，一枪就落地，回头找 CP， 顺手丢个E，爱我请滴滴，反杀靠捡漏，李白哭唧唧，四杀靠实力，打工是如命，五杀靠斩杀，为你再哭泣。试问谁人最得意？瑶瑶公举 MVP， 真正的公主。路见不平一声吼，小民阿瑶跟我走，满级神装我在手，驾跑一个男朋友，河东狮吼一巴掌，四千道具了张良，皮操问候还丢人，一己之力心中藏，金文打野又被抓，还要公主来护驾，翻墙爬梯拿五杀，看单咬人和死马，摸不到还能打，飞飞公主定天下。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，老将连破，伺机而动，发现敌方扎堆后啊，卡在村民二技能结束的一瞬间，一闪进场，二技能刷新一，一技能再次突进接斩杀，用大招移动的塔外规避伤害，回头平 A 招军，随后佯装进场退车，视野丢失后啊，再次杀出一二一 A 完成收割，拿下今天五杀，连破老矣，尚能饭否？一次不行，那就再来十次。重拳出击，不服就干。游戏开局没有干扰，赶快拿来玩一盘，对面盾山有点难，但不要犯难，大胆去玩，回首一看队友慢慢抛出露娜和貂蝉，一个文姬一条船，这把好像要玩完，貂蝉拿蓝，露娜没蓝，哪能玩，露娜拿蓝，蓝没有蓝抓人难，蓝来拿蓝，貂蝉没蓝没打完，一起拿蓝，难上加难，露娜不让蓝拿，貂蝉拿着露娜要拿个蓝，三人纠缠面色犯难，眼看蓝还都要拿蓝。嘿，姐在这儿，进城集合带上来，拉开上船，进攻对面露露蓝，露露没蓝，露蓝来拿，然后蓝区来打团，露露没蓝更为难，蓝和露娜来抢蓝，没蓝蓝来拿蓝更难，这可怎么玩？露娜拿蓝蓝拿蓝，玉环盾山来看团，盾山蓝蓝露娜拿蓝，貂蝉没蓝大玉环，眼看这蓝又要残，文姬乘船来跟团，大招一开一手蓝团团团团团团团，逗你玩。三人刚要回城，发现沙里蓝区又有蓝，蓝要拿蓝，貂蝉蓝蓝，露娜偏要拿蓝的蓝，露娜说难，蓝说更难，貂蝉没蓝也很烦，蓝不让蓝，露娜蓝蓝，貂蝉拿蓝难上加难，三人纠缠乱作一团，眼看蓝还都要拿蓝，拿蓝拿蓝都要拿蓝，打他，很难的啦。六八八，每晚七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